来，还有几单？还有最后两单。还有两单是吗？对。来，还有两单加上啊，不加单不提库存，人家只一口气拿出一百单的，咱们不能太过分啊，不能太过分的啊。还一单是吗？对，还有十秒钟啊，家人们，十秒钟跟你们安排这个，好吧？十秒钟安排这个，行不行？上面还有一单，来，家人们，你过来，这什么料的？这个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好不好看？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好不好看？哇，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你们看这个小黄森林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啊！好看打好看，不好看打不好看来。好看打好看，不好看打。这个花色都是随机的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叫什么料子？积雪玉。好，行。等一会儿，来，我先啊，我数十秒钟啊，家人们数十秒钟，这个没有就下了啊。十，马上给你们整这个，好吧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没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下面一没啊！我说了，就一波啊，就一波。你们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搞，你看完吧，怕帅帅你哥赔不起啊。你轻一点，好，轻点，轻点。然后给你反过来给你们看，哎，这是积雪玉是吧？对，行。有证书吗？有，反过来给家人们看一下。家人们，你自己看好不好看啊？家人们，自己看的，你们所见就所得啊，所见就所得，知道吗？这个红色是随机性的，对不对？随机性的，随机性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每一个可能飘的颜色部位，飘不，颜色是一样的啊，料子是一样的，就是可能飘的多少不一样啊。来，有真正的啊，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打个灯看一下来，哎。看这个红，看你手印，哇，是不是特别红？这样看我手上，看到没有的？看我手上，看到没有？都印，都这个颜色都印到我手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你别说，等会儿我给他们看一下。不是塑料啊，家人们来听，这样，家人们听着啊，不是塑料，特别脆，不是玻璃，不是树脂，不是软色啊，是天然形成的啊。行。好看是吗？这个挑年龄吗？这个不挑年龄，不挑年龄是吗？你姐就是进这个料子去了是吧？对，就她就去外面去进这个料子是吧？对，行。小丽，你给干爹干妈带下来，多少钱？这个是48,999。48,000多块钱是吧？对，48,000多块钱。48,000多块钱。有羊肉膨胀，下午那个我没拍到，你听着，下午那个已经没有了啊！你这个当时我没拍到，知道吗？就一个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就一个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只有这一个镯子了，我想挑了第二个这个镯子了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哥，你真的别问了，我直接还是我这单子就给你看了。我看家人们，我查一下单子啊。对。来，在这里看到没有？48,000多块钱，好不好？成本价33,990是吧？嗯，成本价33,990，一折就是3,399。3,399。3,399是吧？3,990。你成本价33,990，你一折不是3,399吗？是的呀。嗯，对。3,399啊。对，哥。对不对？对，哥。没毛病吗？对，没毛病。成本价33,999。嗯。然后一折就3,399，对不对？哎，来点诚意，哥。那 你想要他啥来着？你懂的。你今天要了一下午，要他啥来着？小薇。小薇联系方式是吧？对。他要你联系方式，要不你牺牲一下，为咱干爹干妈牺牲一下。一折是3,399是吧？你说你来几张券吧？1,000的券来几张？直接3张。还是399是吧？对。
行不行哥，够诚意了，真的三张直接三张我已经上上上去了，全部就是我这边的，还是399。对，行不行哥？我觉得行。我觉得像你刚才的表情，你给我吓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对吧？你觉得行不行？你觉得行不行？可以吧？啊，来三张1000的券是吧？对，你给我备注上点吧，券备注上去。行，多少单？多少单？这个我看20单，只有20。你啥20单呢？你这样好不好？我不为难你了，好吧？直播间现在还有3000多人，好不好？行，3200多人，对不对？我让100人抢一单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也不为难你，上32单，可以吧？江哥，32单，好不好？来，串用的啊。好，3、2、1，来，家人们，这一批手术，三张串你自己说的啊。三张串，我串都我没说啥啊。对，这片很好看。家人们自己看着。好不好，家们呢？好不好？下午没抢到那绿色的，知道没有？你现在这个抢不到，你是一个都没有了啊！我能跟您保证的是品质，我能跟您保证售后无忧。你们需要考虑是喜不喜欢就完事了。如果说你收到货不喜欢，你听清楚啊，家人们啊，所有的费用算彭少的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有圈口是吧？几个圈口？都跟上面一样是80斤的到160斤的都有，6个尺码是吗？对。家人们啊，他这个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圈口的，知道吗？根据体重来选择圈口的，要从80斤带到160斤左右，知道吧？从80斤左右带到160斤左右，什么材质我们不说了，什么料子也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懂吗？因为还在问什么料子的家人们，还在问什么料子，家人应该不是我的家人啊，应该是刚刚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只对自己家人负责啊，听着啊，家人们啊。这批手术啊，6个尺码，80斤到160斤，自己去挑，自己那个小黄车里面选尺码、选尺寸，知道吗？根据体重来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哟，漂亮女人戴镯子是吧？对，差点跟你摔了，差点跟你摔了。笑死！来，家人们，这批手术，我永远是这句话，收到货都不值，你退回来，知道吗？所有损失，彭少给你承担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兄弟来，帅哥，我能看出来他们有点喜欢你，真的，那太好了，真的。你看小明在笑，你一直在帮我，真的。我是在帮你，我肯定帮你，好兄弟对不对？是哥，你看小明在笑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小明看没有？因为家人开心，小明就开心了。主要跟你说的是实话吧？对，你要想让获得小丽的芳心，先让家人们开心，是这道理吧？是。是不是好兄弟？是好兄弟，是好兄弟。这兄弟可以啊，家人啊，很大气啊，家人们啊，很大气，知道吗？嗯，以后不要再提我帮着你解什么那些话，不用提了哈，好吧？咱们就是好兄弟完事啊。嗯，咱们这批小叔啊，就这一个镯子了，好吧？如果这镯子你还没抢到，知道吗？就没有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没有了，好吧？好吧，下面这批小叔啊，手术啊，来，还有一单呢，家人们来，我数。5秒钟吧，5秒钟啊，就这一单，学不管成就学了，5、4、3，没了，没了，我还没数完是吗？没有了哥，没有了，要不算了吧，家人们，没有了，要不算了吧，嗯，要不没有就算了吧，来，这样。你说哥，你别紧张，兄弟，没紧张，没紧张，真的。你过来，你别紧张。我不要，这个镯子也不是我戴的，对不对？女人戴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男人戴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这样，问他们好不好？我都跟你教给你了，只要他们开心，小弟就开心，知道吗？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要的扣一，不要的扣二，好不好？行，不要我就不，我也不为难。行，不是我为难你吧？不是哥。小丽的干爹干妈只要他们开心，你都是自愿的啊！我都是自愿的。你开不开心？我开心。你开心？我看着小丽开心，我就开心。真的。完了，他们都在扣你，你这个。小丽，你自己说，我不说了，不好意思说了啊！你在说我欺负他啊，家人们啊！小丽，你自己说，反正家人们还没抢到，知道吗？咱家人们没抢到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嗯，你看怎么办？要不你再……我要是你呀、啊，我就不等小丽开口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他开口，你还是要答应。他
他喊你小哥哥，你心都软的吧？你骨头都软的吧？对不对？我还是你就最聪明的。我在家，我自己家，加多少？加30单可不可以？这个兄弟可以，二两吧，这个兄弟可以啊，这个兄弟可以，30单，嗯，30单不好听，你说，你喜欢六还是喜欢八？你告诉我，你做生意喜欢八吧？不是，你做生意是不是喜欢八？我看你那门口还挂了个那个财神爷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玉做的吧？对，那是何家的翡翠的财神爷，啊，翡的，翡的，嗯，38单吧，好吧，行。38单啊，家人啊，38单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就这一波了，你再没抢到，别怪冯少了啊！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笑啥呀？你笑。来，3、2、1，来给我上，给我上38单。他喜欢说六，我就那个上好了6单，对不对？上好了是吧？对，上好了，家人们啊，你们要阻止人。就这么一个机会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嗯，把这个整完就不整镯子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整完就不整镯子了，好不好？要吊坠是吗？等我给你们整吊坠，好不好？等我给你们整吊坠，就这一波啊，这批手术啊，家人们，这批手术，谢谢。没事儿，家人们，人家有，人家有这个，家人们，人家不是没有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人家是有这个的人，无所谓，他们一年产值10几个亿。是吧，那哥，你这样说你别老我告诉你家人们，你们听着啊，人家如果说承受不起，知道没有？他如果承受不起，人家绝对不会干，知道吗？说明人家玩得起，人家是真大气，对不对？你也别说说是看我面子了，知道吗？你看叫小丽的面子，对，小丽人都看得出来，你不是看我面子，是看小丽的面子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小丽的跟爹干妈高兴了，小丽只要高兴了都可以，对，所以你别再说什么什么报答我当年的恩情，知道吗？你就看小丽的面子，我面子没那么值钱，好吧？又学了，已经上好了，家人们，已经上好了，已经上好了，已经上，哎，还有13单的是吗？对，家人们还有13单的，来，还有13单的，还有9单呢，还有9单呢啊！这个整完没有镯子了啊，家人，没有镯子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吧？假的？不用再问我是真的假的，好吧？你再问我是真的是不是真的，我就告诉你是假的。我都跟你说了啊，让你售后无忧，知道吗？人家是什么单位，家人们？这个不是虚拟场景，不是什么绿布，知道吗？是正儿八经的3000平方米的展厅。你跟我问，还在问真的假的？人家随便一个东西能换套房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给大家看的，对不对？人家的墙上挂的证，家人们来，我给你看一下来。能看见那个地方吗？家人们看来，我再不过去了啊！这种手指的折的地方看到没有？是吧？人家啥单位啊？家人们，还在问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再问我真的假的，我就说假的啊，好不好？我不问我真的假的，应该都是路过人吧，对吧？我只对自己家人负责啊，只对自己家人负责。没点关注也碰到关注点起来，好不好？没加灯牌的可以很快加个灯牌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就是开心，是吧？有人买单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嗯。还有几单？还有3单了，哥。还有3单，啊，家人们，还有3单，好不好？还有3单，项链没有了，项链没有了，啊，家人们，项链已经没有了。还有3单，还有2单，还有2单，啊，家人们啊，嗯，啥？彭少厉害，家人们，有钱人厉害，啊，兄弟，你厉害着呢。没，哥，不，你厉害，你看你就很厉害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好不好？不是彭少厉害，是人家厉害啊，家人们啊，嗯，是二姐她弟弟厉害啊，家人们。你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嗯，是个打好打比方说，我假设啊，嗯，假设你要跟小丽走在一起去了，知道吗？嗯，你重新买一套新房子，这个您放心，好不好？可以，然后给小丽安排一辆跑车，可以。小丽没开过跑，你有驾照吗？没有。没有驾照是吗？对。没有驾照，学，咱们学啊，咱们学。来，说家吧啊，还有1单呢，好不好？还有1单呢。哎，我挂在上面。挂上面，这都是你姐去进的料。对，这是什么？
这个是跟刚才这是一样的无事牌是吧？对，无事牌。还有一张啊，家人们这个喜不喜欢？反过来给你看一下，来，反过来给你看一下。家人们这个料子好不好？家人们好不好？让我看一下，打个灯。没有杂质，没有斑点，你们自己可以拿灯打啊，收到货的自己拿灯打，知道吧？自己家随便手电筒都可以打了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没有杂质，没有斑点，没有裂痕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什么料子不用我多说，哎，真的，真的给我看一下，一物一证啊，家人们，一物一证，知道吗？盒子呢？这三个字认识吗，家人们？盒子啊，这个是盒子，知道吗？断面断料的盒子，看到没，家人们？好吧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盒子送人也高端，对不对？然后自己如果不想戴的时候，把它放起来也很高端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吧，好看是吗？看清楚啊，这上面是雕工是吗？这手工雕的是吧？对，都是三十年以上的。哦，就是正面雕了，雕了，这是正面。对，对，这是反面是吧？对。哇，这个还做了一个造型，这个绳子还得给家人们安排啊。可以，绳子还给家人们安排，好吧？多少钱？这个，哥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是16800。这啊，16800，16800是吧？那个还有吗，家人们？来了，这个镯子我数十秒下了，家人数十秒下了，10、9、8、7，没有了是吧？没有了。好，行，你把这个挂上来吧，把这个吊坠，把这个无事牌挂上来，平安无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无事牌，无事牌，平安无事，对不对？这个料子还挺厚啊，你可以看着。料子挺厚的，知道吗？我给你们敲一下啊，听到吗？听到声音吗，家人们？你听到声音吗？不是玻璃的啊，不是玻璃的，知道吗？不是什么塑料的啊，拿到后自己体验一下，多少钱？啊，你把单子给我，把单子给我，看一下啊，卖16800是吧？对，16800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里能赚这么钱了，兄弟。你们的金价12000多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们的卖价16800，对吧？对。你就这个东西，你可以赚差不多4K，是吧？差不多。就这个东西，他们赚4K 啊，家人。你这样说，你说好不好？我不要求你，我不喜欢为难别人，你自己说。哥，你这让我说，我咋说我就，成本价12990，对不对？嗯，一折嘛，12990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，12990，然后再用个1000的券，对不对？我你这样真的有？我看小有是不是有小丽的干爹干妈们想要，让我看看行不行？只要有想要，你以为是我想要是吗？不是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，有多少人？我知道，对，因为是我想要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来，家人们来。啊，我让你看，嗯，家人们来，喜欢想要喜欢的想要的，在公屏上跟我打一个六来，扣个六来，扣六，家人们来扣六，你这看，你以为我们家人不识货啊？我们家人识货的，来扣六，家人们来，满公屏往六扣起来，没忽悠你吧？不是我想要，没有，我没说哥你，我跟你说不是我想要的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多，比较稀缺。所以说我得看看，你想你我这一看，你就是太多了，你对几千人我没有这么不是玩不起，而是没有这么多，嗯，没有这么多，对，你先告诉我价，成本价我看了出单啊，卖价16800，成本价12990，一折就是1299，对不对？对哥。哥，我看到了啊，这么多小丽的干爹干妈，你先告诉价嘛，兄弟。一折，我不为难你。一折，1299是吧？一折，我没意见。我不知道小丽有没有意见，她都一折1299，你有没有意见？小丽，你看行不行？有意见？不行是吧？你到底行还是不行啊？我觉得还可以再低点。还可以再低点。那小丽，你说有没有运费险？每一个东西都跟你们安排运费险的，因为我知道家人们其实款式样式都喜欢，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假货，对吧？我说的很直接。所以我给你们安排运费险，知道吗？每一条每一个都安排运费险，收到货之后你觉得不值，你把它退回来，连运费都不需要你出，懂吗，家人们？小丽，你说1299是吧？
别了，你那个再搞点油画卷。哥，你轻一点，甩来甩去的，我生怕你。